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收看由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有着200余年悠久历史的京剧艺术被誉为中华国粹，而梅兰芳、周信芳二位艺术大师则是京剧艺术瑰宝中的璀璨明珠。1994年12月，正值二位艺术大师诞辰100周年之际，来自上海电影、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晚会。在此次晚会上，李如春、周伯春等艺术家们通过各种表现形式，表达了对二位大师的崇敬之情。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为您精心挑选了此次晚会中的精彩片段。每次两位大师永远是我们奉献家和这个榜样，以来两位有的生动的，有的很多的小故事。哦，侬才晓得啊？哎，讲点出来听听。我先讲梅先生，我晓得，伊逢到春节之前，伊总归呢到每家群众医院屋里向，哎，去送红包包。哦。那么有种呢，已经努得医不过了，嗯，不肯接受。哦，梅先生手中的红包包来了门缝缝里向塞进去。啊，我说错人家嘛？嗯，这个代号是什么？号头有的。哦，哎，代号是不是？祝兴到人家班上呢，同村。那么人家搬脱侬搬进去了，好吧？哎，搿倒蛮好，红包包给我了。像这个周信芳先生能讲，培养青年不遗余力。以前有一个文武老生，还是有名气的高振林先生。哦哟，有名气的。高振林一度呢比较潦倒，周先生呢就是在一道集团里向。不但让伊唱戏，还让伊唱阿黛。哦，让伊唱阿黛。高振林双手乱摇，嗯，谁都不可以我唱阿黛。当然。侬周先生是我救命恩人，周先生再三再四要伊唱阿黛。嗯。高振林再五再六不答应。嗯。周先生再七再八叫伊唱阿黛。嗯。一个再九再十回头。一个11、12年就叫伊唱下去，一个13、14回头，侬也晓得啊？让依次来弹嘛。还有呢，15、16、17、18，哎哈，喂，将有摘光的。这两位大师平易近人，助人为乐，日脚过得交关快。我们姚木上周伯春上台唱戏，到现在已经要近60年了。哎，我记得姚老师来头一日上电台的辰光，侬唱过只英文歌啊，叫啥名字啊？啊？哎呀，侬要提醒我了，否则我忘记掉了。嗯，头一只英文歌是这个彩笛春晓的主题歌。啊。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只是讲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啊，哎，侬今朝唱出来好了，哎，唱让我听听，来，侬唱。唱出来是无所谓，嗯，听不懂嘛，糟蹋他的。嗯，这个大家讲得不开心，是我一眼没本事。侬今朝尽管唱，侬唱一句，我翻译一句。这个。大家听好，周伯春翻译的，唱句翻译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馄饨我吃好之后要啊。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馄饨难道我都干没了？好 ，You told me。You love me.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吃到后来，混在一起，我了眼回头呀。苏三，你了
人情儿里呀、啊，明月照花台，没有郎主青楼，孤看女裙裁，孤看他本是两户人家女啊，为什么流浪到樱花场中来呀、啊？耳边十六岁，一朵花正开，迎来了狂风浪蝶，飞来把花采。青春年少，人人将你念。二十岁一步，又急急地下桥来。前跟君儿里明月正当阳，有这金花闺女她睡眠泪汪汪啊，莫非她梦中梦是家乡啊，想起了家乡事，心中更惆怅啊，想起了家乡事，心中更惆怅啊。了青丝吹
有空呀自然回来嘛大清，就问问月亮与水马家娘也想你呀姑娘姑娘。为娘祝娘别思念，真是想不到有这样的好事情，姑娘啊你生长在今朝
满朝文武大臣，我有哪一个不尊？我道见知情，
引亲一从，同镇汉家帮，我们一同为故乡了袍装。待我把剑剑上。
漂亮草来到北方，我有病会从你节目里面分奈我身在发布的国关，你哪里就得要成一百遍，你要被高分我不突然，同志虽然不突然，我有理见证国关，有心赐你这匹金马一直就不会还，同志赐我金皮剑解我一面金可还，送你此去路不愿意一直金你怎样不还，同意哪里赐我突然快马加鞭你也还，这才叫我明事端，你对他念就了你大、重用，那是怒到将军身背宝剑胯下轻松，狗奔他乡小口文宝急急忙忙前来追你，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而故事三生有
转听说桃花柳将我点亲，我也曾连三门报金玉韩德君，他学你成身为奸，他不肯忠勇，那时节怒恼了将军，身背宝剑，你胯下了战马，吃人了忠门，我小伙闻言泪红头顶，不顾得这山有高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人情爱我来寻，将军你怀念我小百货的勤奋，望将军你敢息怒且吞声，莫把瑞平随我小伙转回城，丈夫要善呢死人心，我和
娇，薛奎是张。
丹方、周信芳二位艺术大师是国粹瑰宝中的两颗璀璨明珠，他们一生一旦，一南一北，相映成辉。通过此次纪念晚会，在进一步了解二位大师的艺术成就、崇高品德的同时，更应继承他们对艺术的热忱，探求戏曲的发展之路，再造戏曲艺术的辉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